开始，台请咱一慢心，请走嘎 祝上帝，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用你的救恩救恩快乐。我要唱歌阿罗耶和华，因为伊用大恩款待我。做伙来用圣诗，请萨迦曲里来吟圣诗第三百十七首。你若欠缺真失望。 家姊，下我们同心来祷告。主上帝，你就是那爱的源头。谢谢主，你再一次来教导我们，当彼此相爱、连结与主。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在我们的医院，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国家，在任何地方，全世界，主你都掌权。谢谢主。 主，我们为我们今早的礼拜再一次献上祷告。主，你帮助我们有一个呃安静的心，让我们有一个愿意聆听的耳，好让我们能领受从你那里来的话语。谢谢主。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非常的忙碌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主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主，也愿从你那里来的平安再一次赏赐在我们的当中。 谢谢主，愿今早的礼拜从头到末了，主你自己的呃荣耀显在这里，主你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因为你的爱，让我们快跑，跟随你，学习你的榜样。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介绍今天的讲员啊，洪英正啊教授哈，他目前是在淡江大学的气管系哈，我想。 好，我们先读圣经，开始哈。好，圣经，啊、呃，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到十七节。好，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请。<music>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好，再一次介绍讲员啊哈，呃，我想大家如果看到他，如果有看我们的好消息频道、啊、Good TV 啊，我想对他就不陌生哈。不过他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当中哈，我们欢迎他。今天洪教授要跟我们分享的是恢复关系。 呃呃，院长呃，前院长还有副院长，各位主管同工，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大家平安啊！今天短短的时间，很荣幸啊，也有这样的恩典回到自己的家乡啊，因为小时候我也是在呃彰化啊、呃、成长的啊，所以这个啊呃，我想回到呃自己的故里啊，就特别的这个呃欢喜。 那二十多年前呢，记得那时候内地呢也在啊，我们呃呃张基服务啊，他那时候是皮肤科的医师哈。那只是他呃多年来，当然已经呃在外面开业了哈、啊。那我记得二十多年，我也有一次啊这个啊来到呃这个这附近来探望他啊啊、呃，所以啊多年不见啊，但是很感恩啊。今天我想跟各位特别分享的主题呢，叫恢复关系啊，这个啊。 关系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我相信呢，这个呃，似有若无啊，呃，但是呢，大家又晓得举足轻重啊、呃。这个，我想德国的哲学家歌德说过一句话，他说呢，他说家庭和乐啊，是人生最幸福的事啊。我们有时候功成名就啊，那可能在外面呢前出后拥的，可能呃，也许不可一世啊，但是呢。 呃，我相信人生最真实的就是把门关上的那个萨罗啊，呃，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很美满的关系啊？对啊，不管你呃如何如何啊，终究你要回到一个最呃真实的啊，但是也是呃最能够牵动我们啊、呃、这个情感的啊、呃、那样的一个啊、呃、人生的啊、呃、面貌，那就是你的关系啊。 OK 啊，所以呃，我相信如果有任何啊，譬如说破坏性的关系啊，负面的关系啊，那焦灼的啊，然后有啊猜忌的啊，或者是说呃，让我们好像感觉啊不真实、不踏实的一些关系啊，甚至是一些断裂的关系啊、失落的关系啊，啊，我相信这个都会会成为我们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痛点啊。那、啊、呃，我记得有一回。 啊、呃，这个呃有一门课呢，这个是 EMBA 的课啊，也就是说是一些这个企业在职人士。啊，那么一个学期上下来，其实，呃上的很流畅啊。我记得五十多个学生，其实都还蛮投入的。有一个呃呃还还没关系，这个我我呀还还没有啊，OK 呃就是呃。 啊、呃，这个有一个，我印象中有一个，这个是女性经理人啊，她大概接近四十岁左右哈、啊，那是一个外商经理人啊，一整个学期下来，其实她呃都是非常的这个啊，可以讲说是投入啊，非常认真，嗯呃，可是呢，每一次下课以后呢，其实学生们都是啊，这个瞬间就都全部离开啊，对我常常发现这些教。 不知道在教会里面会不会留下来都是全职童工哈，教室里面留下来就是老师啊。那我常常是最后一个留下来的哈、啊，把把这个灯啊什么什么这个整理好再离开。呃，记得到期末的时候，这一个女性的外商经理人，哎，我就看她奇怪了，今天特别在那里拖拖拉拉啊，我就心里面想着大概有事啊。果不其然啊，等到所有的学生都离开啊，她就跑到前面啊，想跟我这个聊一聊啊。呃，其实她的问题也很简单啊，她大学。 毕业以后呢，因为跟他的父亲呢关系不和，呢，他就离家了啊。那这一离家呢，你看哈、哦，这个大学毕业是二十二岁啊，那一离家快到四十岁了，对不对啊？这么多年了，他没有再进过家门啊。所以不管他在外面买房子呢他在外面呢，可能不断的被 promotion 呢，啊，表现都很好。但其实他心里面永远也有一个空白的地方啊，永远有一个啊、呃、不能说的秘密啊，那就是呢，他的关系呢是处在一个啊、呃。 伤害的一个状态啊，不仅他自己被伤害，他的家人被伤害，对不对啊？那这样的伤害呢，其实很可能像病毒一样不断的扩散啊，啊，也会伤害他周遭的很多人啊，所以。 我们怎么样在一个关系上能够呃这个靠着上帝给我们一个恩典哈、啊，能够呃进入到一个更完全的一个地步啊？我想这是我们呃今天之所以啊想说短短时间跟各位一起分享啊这样的一个啊缘由啊。那我我我自己呢，当然我的背景呢是商学啊加上 psychology 啊。那目前啊在呃淡江专任啊，那也在台大兼任啊。好，其他的我想就请各位参阅哈。啊,啊很恩典的就是这几。 年啊、呃，从媒体宣教的角度，常常有机会透过不管是广播电视啊，或者一些啊我们一般会使用的平台啊，然后来跟很多啊认识不认识的朋友一起来分享神在啊我自己个人这不配的器皿上面的一些恩典跟荣耀，啊。 这个当然，这有一些画面，我觉得是一些呃，就是启发性的一些概念呢、啊。我们各位好朋友在短短时间看了，大概就是福至心灵啊，每人各有不同的灵兽啊。那各位看这个左上角那个哈、啊，那是一个孩子，对不对啊？那呃，我们我们常常讲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啊失亲儿，对不对啊？那这个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呢、啊，其实要折儿童啊，对不对啊？其实有些时候，呃是。 呃，令人啊，呃、很很痛心的啊，对不对啊？那。 呃，我们也看到这个很多极岛的灵魂啊，这儿有人呢，就用一个打趣的方式啊，当然这没有什么学术性的一个基础了啊。不过，呃，试想一想啊，我我记得我在辅导的过程，我进丹江第一个啊，这个行政工作呢，就是担任这个学生辅导中心主任啊。那主要的就是啊，对学生的啊心理健康啊，给他们一些关顾跟协助啊。啊，下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心理师啊、社工师等等哈、啊，我是做行政面的。不过，呃，其实我就呃呃。呃 听到很多类似的例子，譬如说，当你呢，呃，这个因为身体不适了，而必须一个人去面对啊、呃，那样子的一个从我们医者而来的啊、呃、那样的一个诊疗啊。 呃，但是你必须一个人啊、呃、单独去面对啊。那在很多这个所谓的啊、呃、女性的成长团体里面哈、啊，我们在带他们的时候，我也听到啊、呃、很多人啊，不管是年纪大小哈，三、啊、十多岁、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啊，可能很多女性呃、啊、这个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是啊她在产检的时候啊，都她一个人自己去啊啊，她的另一半她的先生并没有陪着他啊。所以我想我算是很幸运哈、啊，我记得我的三个孩子我都是随时在侧啊。对啊，那时候三个孩子都在台湾医院。 院啊出生的，所以呢，爸爸是可以啊、呃、进产房的啊。那我记得这个那座哎、呃、那人啊，在在这个产检的时候啊，那时候还也学了一种叫拉明之生产法啊啊，好多年以前了、啊、哈、啊，现在也许这个都不流行了啊。所以还好，我想啊，这个不要让啊、呃、我们所爱的人一个人去面对啊那个不可知的命运。我相信呢，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安慰跟陪伴啊。 好，有好的关系很重要啊。那有关系，有好的关系才没关系，对不对？大陆那个顺口溜大家都说有关系就没关系啊，没关系就要找到关系，找到关系就没关系哈、啊。那我们这人呢，当然提到哈、啊，就是说各位想一想，如果敌人呢一旦变成朋友啊，比谁都可靠啊。 对，能够化敌为友哈，我相信，呃，这是呃，可以讲说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哈、啊。那一种，呃，透过一个这个冲突而产生的一个啊，真的能够彼此因为理解啊，而能够惺惺相惜的啊，那英雄惜英雄的，我我相信那個是啊一生的友谊哈、啊。但是呢，同样的，当朋友变成敌人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啊，我我相信你，你永远要防着他啊。为什么？因为他是最了解你的人哈、啊，所以是比敌人更可怕。 刚刚这张投影片呢，刚刚有出现过啊。我想人的问题在于什么？在于啊，我们对于关系的一个误解哈、啊。那么这儿的英文，我想大家看了就明白哈、啊。其实人呢，他被神造出来哈、啊，呃，我们是按神的容形样式所造。 所以，其实神托付我们的是好好管理他所造的一切啊，以爱为起，对不对啊？在爱的关系当中，呃，让神的工作能够更加的柔美啊。但是呢，很可惜的啊，呃，我们就像多马一样，我们贪恋爱这个世界啊。我们把这个神所造的物呢，我们把它当做是我们真正所爱的啊。反正我们把人啊，当做是我们所要利用的啊。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啊、呃、错误的关系的一个一个定位啊。那啊、呃，一步错，常常就是啊、呃，步步。 不错啊，对不对？有时候呢，我们呢好像啊亲人而呃呃而什么而贵物，对不对啊？这个在呀、啊，十五世纪的时候呢，在意大利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叫马基维利啊，那。 后来他的这个学说《君王论》呢，衍生出一种我们近代所说的马基维利人格啊，我相信很多人也都听过，对不对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类似的厚黑学，对不对啊？那就是把人啊贬义到一个地步，就好像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个什么一个啊这个手段啊工具啊，对不对啊？呃，因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啊。那所以换言之，呃、啊，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呢，有些时候呢，在这个资本主义高涨啊，在这个工具化，在这一个功利主义啊啊。啊 随处可见啊，然后以追求啊、呃、超额报酬的这样的一个当代社会里面，其实啊，我们我们可以看到啊，人跟人的关系，呃，其实是非常非常扭曲的啊。那这个可以活跃在我们的小说、戏剧、电影，对不对啊？甚至在我们的真实的日常生活当中。 关系是很重要，social support 啊，对不对？我、啊、我相信，包括我们医者也都会非常重视病人啊，他的这个社会支持系统的好坏啊，因为这对他的这个整个啊身心健康乃至他的权益，绝对是居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步哈、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呃，神从来就是顾念我们的关系，所以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也是我们最熟悉，就是那人读取不好啊。你看，神从起初，除了他跟我们的关系之外啊，其实他最在意的就是你。 是不是在关系上是门府的啊？是完全的，是不是有？ 很好的一个啊，因为这样的一个连结啊，以至于呢，你一生所行哈、啊，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我们说跟你的妻子快活度日，对不对啊？神如果没有量给我们独生的恩赐，哎，我们可以跟我们的配偶快活度日，这是多美好的一个光景，对不对啊？那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在传道书四章。那么另外呢，各位看到呢，在这个创世纪二十四章哈，我就呃想起这个少年人。我们都知道，当莎拉他过世以后呢，你看到他的这。 一个独生子啊，我们小的以撒，对不对啊？以撒因着他的母亲的过世、啊，我相信很多人呢，因着自己挚爱的家人的离去，对不对啊？那呃，整个人呢，其实是陷入到一个啊完全的黑暗跟一个啊苍白当中啊。那我们看到以撒这一个少年人就是如此，直到呢他的老仆人啊，他们家的老仆人把那一个呢从他原来父亲的家乡。 所带回来的那个利百家啊，那么领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有一段话，他说、啊：“哈，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下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啊。啊、呃，我相信，当我们呃老迈了啊，我想呃，其实承欢膝下，享受天伦之乐，这就是关系的完全，对不对啊？而不在乎你是住在地堡啊、呃，不在乎你有豪车民房，对，而不在乎你有多少的存款，呃、来在乎我是不是在那样的一个关系上啊、呃、是。” 啊，被祝福的。 对不对？是被祝福的。我们也不在意人的眼光，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内里的满足是非常重要。今天在日本很多的所谓的啊下流老人，常常都是独居的，对不对啊？甚至是啊已经过世良久啊，尸臭飘出，对不对？左邻右舍才惊闻到说啊，那么这个人走了啊。在英国的很多老人俱乐部，我们看到两年前英国呢设立的人类有史来第一个孤单部部长啊，我相信都是回应当代我们看到很多关系的断裂跟破坏啊。那英国的很多老人俱乐部。 如果譬如说有个老人叫叫叫欧江啊，老约翰。 一年一天没来，两天没来，第三天没来，大概就要通知相关单位去收尸了啊。那么，困困是减居啊。今天很多人呢，就是不出门，好像也可以满足生活上各项的需要啊。但其实，呃，一个最基本的需要，就是人的关系没办法得到满足啊。我们今天在很多研究，今天我知道一个啊、呃，一个福建来的一个啊、呃、大陆的学生啊，对他当然是经过隔离啊。他想做的就是大陆现在的情况啊，也就是中国现在很多这个所谓的我们叫。 叫 mobile office 啊，叫移动的办公室啊，mobile working 啊。那他想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工作形态，对于这个组织的一个绩效营运上的一个冲击是什么啊？事实上，绝对是负面的哈。啊，宅居拜拜权啊，呃、啊，剩女逐婚等等啊，逐婚我相信很多人也知道啊。虽然在同一个屋檐下，却终止了婚姻的实质关系啊，呃。 这个沙盖的故事，我相信很多好朋友也都知道啊。在我们人一生的成长当中，有太多的啊，这个。 我们好像被这个社会拿来较量的东西啊。那我我想哈、啊，呃，这个人啊、呃，有一句话啊，大家都听过，叫“生命总是会找到出路的”，对不对啊？沙该啊、呃，我想他在外貌长相，在他的呃体态形象上面呢、啊，其实呃并没有什么优势啊。我们知道他呃这个呃身材呢是不高大的啊、哦，对不对啊？那呃我们呃。 在这个啊，路加福音十九章的一到第十节来哈、啊，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看他在当时的耶利哥城一个繁荣的地方，对不对啊？那这个人他不仅是一个税吏啊，是罪人中的罪人，而且还是一个税吏长啊，那是个财主，有钱的人啊，你可以想象啊，就是我刚刚讲，就是很多人在关系上的这种不完全的时候。 他会试着呢去寻求其他面向的一个满足啊，有一个学者叫 a d f e r 啊，他提了一个名词啊，叫叫挫折回归 （frustration regression） 啊，就是人呢、啊、在某一个应该是持续成长晋升的关系上没有办法得到满足，那一个境界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比较 low end 的这种啊、呃、这种满足呢来什么来。 呃，形成我们的一种补偿啊，透过譬如说啊，因为我没有很好的关系，我就是用钱来满足我自己啊，对，诸如此类啊，我没有什么自尊，但是呢、啊，我就是有很好的享受，我来满足我自己，对不对？台湾人也常常有一些戏剧，就是啊啊，想要拿钱打死人啊，那么类似这样子，就是说，哎、欸，好像只有在这个地方，你总是还是要找到一个出路，找到一个定位，找到一个自我的一个价值感啊。那么我相信沙街啊，在他的。 人生里面呢、啊，确实也是，因为他身量又矮啊，我相信这个沙盖从小搞不好在学校里面也是被 b u 的对象哈、啊，对不对啊？因为他是矮小嘛啊，常常也斗不过别人啊。 呃，可是呢，他透过他的专营，对不对？啊、呃，透过呢，在那一个罗马的那个殖民的环境当中呢，诶，他呃成为一个当代的一个官僚，对不对啊？而且呢，他讹诈人，对不对？他累积了大量的财富。可是你有没有看到啊、哦？即便是杀开这样子一个生命光景呢、哦，在那一个内里、这内心的一个最幽幽暗隐晦的地方，他仍然有一丝的盼望是什么？就是他仍然想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仍然渴望那个救恩的来到。 他仍然寻求那个关系上的满足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从撒该短短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啊，在圣经里面的记录里面啊，我们可以试着去揣揣测联想的啊，所以以至于当听说有一个人叫耶稣，对不对啊？他信了各样的神机啊，诶，在当代的社会也有人说，诶，他就是那个弥赛亚啊，当然有人说他是拉比，他是呃，他是。 这个先知啊，那呃，以至于他怎么样？他他心里面有那一个那一个光亮，他就会去追求，对不对啊？跟现在的追星族很像。最后他就爬到桑树上去。可是你在这个地方，你有看到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不对啊？我们看是是神找人，不是人找神。所以呢，在今天啊、呃，我们啊、呃、在服侍啊、呃、众人的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就是求神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先被神找到。 对不对啊？神一直在找你，找我们，对不对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回应？当耶稣抬起头对他说：“撒该，快下来！对，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我不知道，如果我是沙该，我会不会爬下来啊？或者我我会当下想说，我为什么要下来？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你你这一个拿撒勒人，对不对啊、呃？能出什么好的拿单叶说的？我为什么要配合你？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呢，诶，那个圣灵奇妙的工作，沙该内心的一个真正的渴望，就在那个那个刹那间，电光火石当中，他就被满足的，他被吸引了，被那个耶稣的爱吸引了。他从那一个关系的恢复。 恢复他所有的关系，以至于当当耶稣到他家里面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说什么？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然后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十倍，对不对？你看。” 神没有跟他说什么，耶稣没有跟他说什么，说你当如何行，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当一个人被那个爱摸着，被那个救恩临到啊，在那个关系，在我们一个最终极、最基本的，也可以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再一次的天人合一，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你对所有眼前所看的这一切，就全然轻视，那都是自战自轻的，对不对？即便是地上的荣华富贵，所以以至于沙盖他再一次愿意回到那。 起初他受造的那那样的一个命定跟位分里面啊，他开始怜悯，他开始看见自己的恶，看见自己的罪，对不对？我们看到这是多么美好一个因着关系的恢复，而在生命上的一个什么一个自我的反思，一个自我的新的选择啊！所以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啊，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 时尚的人，我们感谢神啊，因为是神找人啊，从来不是我们找神啊。那呃，有学者提过哈、啊，就是说我们一个全人的心理健康，或许呢有很多的理论啊。那呃，也许这六个面向是。 我们可以去参考的，包括啊，一个心灵健康的人，他是什么？他是这个 accept himself or herself，对不对？那他不断的在在各方面，他是有一个成长的，是不是？那种成长呢？呃，是在一个啊、呃，你知道吗？在一个啊、呃，形而上的，是在一个生命的境界上的成长，而不是呃，在业绩或者是在物质面的形而下的成长。 他是不断的在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的啊啊呃呃这个呃弗兰克啊意义治疗大师他说说人的一生都在追寻意义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在这儿我们今天呃做任何一件事其实我相信里面永远会有一个问号有一个空白有一个填充体，就是就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在这儿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对不对啊？我相信“朝闻道，夕死可以”这句话，就是如果你找到那个意义，呃，即即使在那一个呃瞬间，你都因此完全的得到满足。那你能不能够啊、呃、超越环境？超越环境？呃，马斯洛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零年，他的理论不断的受到很多的啊、呃、这个 c r i t i c i z e 到了七零年代，他修正他的理论，他说人最大的需要不是自我实现，人最大的需要是超越自我啊！人最大需要是超越自我。为什么？因为是两。 给我们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然后我们看到人需要这个 autonomy，对不对啊？人有自主，呃，这个呃自己的自由，对不对啊？那个真正的自由是能够为着上帝的荣耀而放弃自由，这是真正的超越，真正的自由。最后呢，我们看到一个是 positive 的 relations with others 啊，在呃这个人类的社会里面，我们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啊，一个剧烈的一个科技科学方面的改变啊，那带来。 了我们呃，今天当代二十一世纪的您跟我所拥有的这一切的生活，可是这一切的生活是不是让文明的发展呃，其实是完全一种正向，亦或是呃带入了一个我们也不知道意义底的啊，明天会如何的啊一个科技的迷失啊，一个未知的谜语里面啊。当我们不断的在 abuse 这个地球，对不对？我们的资源过度的浪费，是不是？我们的享受超过了我们作为一个人所需用的一切的时候，呃，这样子的一个生。 命是不是符合上帝的需要啊？那那我我相信，在一九啊二三年到一九三二年，由这个哈佛大学的教授没有啊，他所带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运动，那个运动叫 Human Relations Movement 啊，叫人群关系运动啊，也就是再一次的让人看见，就是说，我们活着不是只是为了所谓的 e c o economic 只是为了 economic 啊，为了经济，人活着是为 society，是为了。 社会啊，那这个人群关系运动揭开了啊，我们当代从一九五零年代以后一直到如今，我们对于人本的重视、humanism 的重视。OK，所以我我这里特别提到哈、啊、，the key is to recover the 关系啊，G U A N X I 啊。我们在学术上啊，各位如果看一些 journal paper 啊，有时候会常常讲关系就是 relationship 或者 relations，但是其实在在管理上，我们后来发现啊，老美他们开始。 创了一个新的一个英文词，叫关系 （G U X I），当然是音译啊。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呃，华人所说的关系跟啊、呃、这个呃他们一般所认知到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他们特别有一个这样子的字眼来啊、呃、呈现啊、呃、所谓的关系。关系是一种什么？是一种资本，对不对啊？呃，关系是一个结构啊。呃，关系它不是一个手段，它本身就是一个目的的啊一个存在啊。 从刚刚我所分享的里面呢，各位看看，就是沙该对不对？你看他在这个六个面相上面，他原来是呃矮小肥胖的啊啊，以至于呢，你知道吗？他后来当他听到耶稣要来了，你知道吗？一个矮小肥胖的人最怕的就是他的自我形象呢的一个什么一个啊，好像被人家在那里善笑，被人家在那里呢，诶这个讥讽，对不对啊？一个很很矮小呃肥胖的人，哎，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你让他不顾一切。 他为了渴望真正得到那个亮光，你知道他爬上桑树，不惧眼光，对不对？他在个人的成长上面，过去寻求世界的荣耀，最后寻找真正的平安。在人生的意义上，我们看到沙该原来是自我的满足。 但是呢，后来呢，他愿意分给一半给中，给给,给贫穷人，对不对？他讹诈谁就还十倍，哎，他开始体现神真正的形象。那过去他是一个税吏，是一个罪人，他最后变成一个义人啊，因为他认识了神。那过去是被什么？被恨，对不对？从小一个不愉快的生命经验，在罗马殖民的这样子的一个压制的一个环境中，你知道吗？哎，其实是那个里面是有很多的负面情绪的。然后呢，他什么？他人生追求的好像就是 sex money。 power 对不对？但是啊，后来慢慢的在爱当中的超越跟舍己，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他在所有的关系当中进入到一个合一和好的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呢，我们看到呢，保罗他领受的是什么？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在在那个上帝的爱里面，我们要得找的是超过你眼睛所看见、耳朵所听见的哈。你人心里也从来不会想到的。关系的三部曲啊，这个是我。 啊，呃、在很多包括呃智商理论里面等等啊，像一次式的或者短期的焦点的等等各种，最后浓缩起来，我看到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面貌。那个面貌是什么？我不知道各位好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同不同意这样的论点呢、啊？其实人都是活在关系当中，试着想一想啊，关系关系不是你是谁，而是到底什么抓住你？Ho ho 忽对不对？到底是什么，对不对？啊？ 今天今天呃，我我常常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他住在地堡，对不对？但是他回家的时候呢，家里面空荡荡的，只剩下一个帮佣的人，对不对啊？当他站在他那一个豪门巨宅的窗户，眼眺着就在旁边的小巷子里面的一家人，对不对？那一家人呢，其实呢，可能先生只是一个劳工阶级，太太就是一个家管，对不对？可是呢，一对儿女，对不对啊？到了那一个啊黄昏以后，这一家的这个窗户散发的是一个温柔的灯光，是一个温暖的一个家庭，对不对？ 我们可以在呃透过窗户看到他们一家人在客厅里面满足的、和乐的，对不对？彼此相爱的，在那里啊、呃、过他们的人生路。这一个居住居住在高楼上的这一个所谓的富豪，我我相信对他来讲，那个心里面是苍白的，是凄凄凉的，对不对？有一个洛杉矶的富豪倒在街头，警察认识他，因为他是一个百万富翁，就是说我们送你回家，对不对？他用的是说 u send me home，对不对？他说 home。 No, that is not my home. That's i my house. 那不是我的家，那只是我的房子啊。我们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关系永远是最重要的。我今天在学校里面，我看到所有的学生，如果在关系上圆满的，不管他是有钱或贫穷，对不对？不管他是健康或者是有一点什么样的微样呃，其实我可以看到这个生命是什么？是是向上，是 upward 的，对不对？这生命是有盼望的。但是同样的，我看过太多那一些呃呃，就我自己的生命经历，我也曾为读懂我在企业。 界很多地方有机会跟人家打交道，但是我看到，不管你是一个三八底，对，如果你在关系上并不完全的时候，其实呃，常常有很多啊、呃，这个啊、呃，这个啊、呃，不能为外人道也的一些啊、呃，人生的那一部分啊，那当一个人的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发展马上会受影响。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决定决定了我们啊，各位好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在今天跟您分享，就是说，试着想一想，是不是还有一些关系，好像就在这个当下，好像仍然是你心中隐隐的一个作痛。你有多久没有跟你的某一个生命中的重要他人重新连接了？对不对啊？那呃，这个都是我们要赶快把那一个空白的地方，我们要把它补齐，对,对啊，让我们试着啊、呃，在这一些关系上的完全啊、呃，那你只要去做你该做的，对不对？ 啊，那但结果是如何？那是神的带领，对不对啊？那求神也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做了一切努力之后，至少我一件事，我不亏缺上帝的荣耀。 对啊，那我把我自己的本分尽到了。那呃，这里特别提到的就是发展啊，我自己在学校里面看到太多的例子啊，不管是研究生、博士生啊，这些博士生并不是各位想象都是全职学生，很多就像我们很多的医者，他们都是到后来在职当中再来寻求他们在专业上的成长。其实我仍然可以看见关系上的不完全，仍然在他们的发展上导致的啊，可以讲说难以超过的伤害啊。那。 当一个人的发展不好的时候，试着想一想那个 existence，那个所谓的生存啊，那个那个不是一个能够呼吸的生命而已，而是一个这个生存的本身的意义，或者那一个应该呃本来要显明出来的那样子的一个荣耀，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我们我们不是去好像呃去免疫什么啊，我们不是去免疫恐惧，我们不是去免疫贫穷，而事实上是我们 decide to do。 我们决定要做什么？我觉得今天在生存上面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 to do，我们要开始更积极的把我们脚迈开，把我们的手举起来，对不对？我们可以去去服侍我们的病人，我们可以去关怀我们的左邻右舍，对不对？啊，我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去陪伴，这些都是你可以决定去做的事情。 那呃，因此呢，就是恢复那起初的关系啊，因为这是神的定义，所以我这里抓了很多。你看到上帝是怎么样对我们提出爱的保证？他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你们这里带来。” 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啊！所以是神差派摩西去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救出来。另外，我们看到什么？在河西阿先知他所领受的，我们看到神透过河西阿先知显明了他对我们这一些悖逆的人的心意，就是我必聘你，永远归我的，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 归我啊！我看到我们我们的神是这样子，这样珍惜他跟我们的关系啊！即便我们这个悖逆之子，最后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刚刚大家都读过，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 我觉得在壮年以后的新关系的调试啊，啊、呃，我想，呃，这也是我们很多好朋友。今天我放眼一看，呃，应该很多都是成家立业了哈、啊。在诗篇三十九篇第七节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我的指望在乎你。”你看，我们也许慢慢的到了法白年迈的日子，好像慢慢的越来越有一个理解啊，在圣经用的语言就是有一个看见，我们有一个 perspective，有一个视野，那是什么？那就是我的指望就在乎你了，我不在乎这地上的一切了，对不对？ 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我这里特别提的几点，啊，包括我们要更开放啊，我们更愿意分享，对不对啊？更分享。 那这个啊、呃，非常多的研究在家庭的关系当中，分享是非常重要，权力的分享啊，对，呃，从来不是一个人呢、啊，好像要一,一手霸天啊，不是啊。当我们愿意一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这一个关系的圆满就忽然间就起来了啊，对啊。我常常看到很多以前当呃我孩子小的时候，三个孩子小的时候，以前呢家庭旅游不管海内外，我都一个人来哇做功课啊，然后呢我看到他们没有笑容，好像我的安排不是很好的时候。 啊，我就自怨自哀啊，还要骂他们哈、啊，对，啊，爸爸这么辛苦，你们还不以为？后来我就说，来，我们一起来讨论啊。忽然间，他们就兴趣盎然，对对？他们就忽然间觉得这不是我的事而已，是大家的事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哎，大家就马上完全一个新的关系的的一个运作，就带出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画面。 我们如果跟我们的配偶之间，好像过去有一段啊、呃，相对是好像变成陌生的啊、呃，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啊、呃，那我们是不是开始去恢复亲子关系的用心跟重塑啊、呃？这个我我觉得啊、呃，这个啊、呃，在在、呃、两岸都是一样哈、哦，对啊、呃，这个有非常多的啊呃,呃孩子，其实呃都处在一个在情感上其实是是非常。 啊，我们我们可以讲说是一个非常空白的一个时候啊，所以我这里提的很多，好不好？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师父金老师他提的四道人生啊，对不对？我们要要要道爱，我们要道歉，我们要道别，对不对？啊，我们要道谢。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是道量啊，我们有时候你知道，我们要试着去宽恕、去饶恕啊，在一生当中，或许有人得罪我们，求神也把那一个啊、呃、神怎么饶恕我们的心摆在我们当中，对不对？所以我在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啊、呃、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对不对？”那就是再一次把那个关系。 恢复啊，超越的眼光有这么一首打油诗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我把它改成啊：“若有阻碍挂心头，对不对？便是人间好时节。”你知道，当我们愿意在那一个关系上满足的时候，呃，不在乎春夏秋冬了，对不对？啊，那所有一切都瞬间成为一个真正的满足。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 啊，我相信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把关系恢复，从恢复跟上帝的关系，因为是上帝在找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回应，我们所有的关系都可以完全。愿上帝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弟兄姊妹平安喜乐。谢谢。好，谢谢洪教授的分享。